一步步的掉入不法分子的网络诈骗陷阱哦。网络行骗手法层出不穷，有诈骗集团会假借赵本为名，要求你开户头，好让公司汇钱，你就可以获取佣金。也有的会以高薪诱骗，让你替他们去进行非法勾当，如非法募捐等等。所以你我时时刻刻都必须谨慎防范，以免被人利用惹上官司。小妈妈提醒你多思考，提防网上求职陷阱，避免成代罪羔羊。人的一生追求的究竟是名誉还是权力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说是否要权力和名利，权力和名利。